ADC 是 ADC，影响比较游戏，这种劣势的水平。鸡蛋，你知道鸡蛋吗？鸡蛋，鸡蛋吗？鸡蛋那个刺痛吗？对啊，你没听过鸡蛋理论吗？鸡蛋理论是什么？就是古马雨斯说，鸡蛋就是 ADC，就是泡面放不放鸡蛋都能哦，吃。是要面是吧？要面对，叫什么说调鸡蛋料？无所谓。哦，鸡蛋无所谓吗？就是主要是要有面，鸡蛋可以没有，面不能。那面是哪里啊？应该是不是个山路应该是说中野吧，应该说中野吧。啊？那山路是什么呀？山路是啊，不我是知什道，么面调料什么的，山路是应该是空调，空调。有没有应该是不是很重要，但是有多少应该是环境更好，空调吗？也有道理哦，是吧？应该差不多吧。说实话，上路跟 AD 应该差不多。是山路跟这是差不多呀，空调。空调，热的时候更爽，